玩具 TV 第五季第六集，仲係我未走，難得我好少熬到咁夜，唔知點解。擺埋呢啲啦。咁啊，見到冇辦法啦。你話高達咁樣，高達為咩啊？高達為咩啊？為咩啊？咪為你哋咯。好，咁啊，新系列，新系列叫咩名？望翻清楚先。G-Flame。顧名思義，好易明嘅。係Gundam Flame，咁啊，本身都會係由兩盒先至可以組合成為叫做一件完美嘅產品嘅，一件可動嘅產品。呢啲食相好乞人憎，老老實實真係吐槽少少。啲咁乞人憎嘅食相咧，喺 game 入邊係見最多嘅，即係一買一個 game， 你仲要俾錢去買 DLC。係啊，咁啊，而家你就咁去超級市場買一盒，你絕對砌唔到一啲靚嘢出嚟。咁你想點咧？你不如你神足拼埋佢一齊出，咪算鬼數咯？何必要玩成咁咧？好，但係有本空降，我係明信嘅呢樣嘢就有本空降送俾你喎、啊，都係只把鬼咩？老實講，你少呢嚿嘢，少減啲林林沈沈，你收平我少少好過啦。不過點都好啦，新系列總係要介紹一下嘅。食玩我哋好似係第一次介紹啊，係咪？我冇記錯，係咯，因為本身其實如果食玩嘅話，即係。蒙面超人也好，鹹蛋超人也好，高達也好，都有很多不同的產品嘅。咁啊，比較受歡迎的就掌動啦。咁啊，另外即係又係即係犧牲系列，即係 UN 系列啦，即係之前嗰啲叫細少少嘅可動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唔知係咪成為絕唱啦。咁但係今次呢個 G Flame 可以俾到啲咩大家咧，都要讚一讚嘅。好坦白講，其實如果就住個產品嚟講，終於有一些相對性廉宜，相對性也廉宜，而它的外形又可以 catch 翻原著神髓的，我覺得這個系列做到的，而且不是 Q 版，是因為之前 Q 版都好像出過另外一堆東西，其實現在都還是很 popular 的，就是FW Conference 那個系列就真的封魔了不少人的，不過 sorry 我自己來說 Q 版是完全半點興趣都沒有，我都是麻麻地的，所以為什麼我們今次選 G Flame 呢，就是這樣了。再一次多謝 Harrison， 這抽架撐又是他借的，不過你問我自己呢，我就只是對沙薩比有興趣，是的，挺漂亮的，看出來了，不過怎樣也好，我們看了中間的獨角獸先，因為反正都已經砌了和 show 出來的，即是兩盒砌完就這樣，是的，那麼盒基本上一 pair就是這樣的，大家不需要留意綠色的標貼，反正都查了，但是你又看到的，那沒什麼所謂啦，我們做事就沒什麼所謂，你說我收了錢，那更加理想了，如果真的些玩具生產商或者商家是想給錢我們使的，我們很歡迎的，我重申多次，我們很歡迎的。好了，又講完了，後面也寫得很清楚，本身的個玩法就是會有一盒是骨架啦，顧名思義就是 G-Flame 啦，另外一個就是它的外甲，咁骨架那套組合咧就會包咗一啲武器，骨架同埋武器，再加多一個半身像嘅，咁啊基本上喺呢度 display 曬噶啦，武器、半空像、骨架就係呢一盒啦。呢一個其實係跟嗰個夾嗰個骨架嚟喎，呢個係唔喐得嘅喎，呢個冇關節嘅。真係住？咦，咁即係話齋買個夾都得嘅，其實你齋買夾，但係冇武器喎。係啦，你齋企咯。所以呢啲食相咪叫差咯。好啦，咁啊，可以砌咗嚟嘅，一變咗一個即係statue 咁嘅嘢咯，唔喐得嘅咯，但係就冇武器。係啦，咁啊。既然都講開，咁都俾大家望一望，獨角獸後邊，咁佢都好清晰咁樣見到，你可以好成功咁樣組立到一個類似台場嘅獨角獸噶，就係冇架撐啦、齋企啦，等等等等等，唔喐得嘅。咁當然啦，你話真係要追求完美嘅，咁冇得傾噶啦，你一定要買埋個可動骨架，就會連埋啲武器同埋一個我覺得冇乜用嘅半空像。當他們結合了之後，就會是桌頭這一抽東西啦。先說回這件事吧，既然要老強你買這個兩盒的，究竟他給了什麼貨你呢？可動怎樣？給你想一想吧，又給一些意見吧。咦？鬆嗎？似模型喎，都鬆就不算鬆喎，都 OK。其實我想說，本身如果真的有一些模型高手呢，上色
嗱芯線其實已經 OK 噶啦，咁但係真係佢呢啲膠係可以俾你上色，佢唔係 pon 膠面嚟，係即係真係嗰啲即係比較脆弱嘅正統模型塑膠面嚟嘅，咁所以變咗係可以上色嘅。個頭都擰得，因為佢波 join 啊，所以變咗個可動性都唔錯。都 OK， 點樣擰得阿租個頭？我個頭，我真係諗住擰阿租個頭。得哥之後做啦，係啊。竟然隻角係硬膠，我都估唔到。O K， 會靚好多咯，係啦，真係。把劍就唔喐得嘅啲頭。我呢個蒲俾佢啦。食換喎，你記住喎，腳啦。佢已經令佢變咗唔係食換㗎，所以佢就要拆開嚟賣，維持翻食換嗰個價咯。其實很多朋友未必知道日本嗰個喺玩具價格嗰個設定咧，即係食換扭蛋、盒蛋其實都有佢本身嘅價格嘅。咁佢如果真係拆翻咧，就可以變翻嗰個價格。即係除咗頭先阿德哥講嗰種解釋之外，都係啱嘅。食相係啦，但係食相問題，價格問題係啦。咁樣啦，得啦。咁擺到啲姿勢嘅阿德哥講完話個空像冇用咧，個個都係冇用。其實唔係㗎，你高手咧，你遊完個空像係好靚。有幾多個高手啊，老細？呢個係一個問題啦。同埋咧，高手。仲要玩呢嚿嘢喎？唔係咯，我係高手，我做翻情景啦，嘥個時間拖咩？咁又啱嘅。好啦，咁頭先其實阿 Jo 撚完隻嘢嗰啲可動性嚟講咧，就真係唔使擔心噶啦。咁同埋即係好坦白講，都 OK。要讚一讚佢個造型嘅。你如果真係話即係我當係食換級數咧，佢能夠俾到呢一個 shape 你咧，你冇説話講噶啦。佢嘅 size 有少少似以前 HCM Pro 1:200個 size。咁就不過都係細少少嘅。咁 anyway， 有樣嘢要爆一爆嘅咧，老細你想點啊？新聞報導員下面係著短褲同拖鞋。係啦，咁啊，獨角獸基本上就咁樣。咁既然都有其他兩盒，即係叫第一彈嘅產品，我都唔爭再拆埋出嚟啦。咁啊砌我就唔砌噶啦，但係都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內邊包啲咩嘢。幾 O 幾 sweet 嘅，即係想買嘅，你睇下即係唔使砌喎。呢一個就係我唯一一個想入手嘅東西沙沙比，因為我自己本身我真係喺 MS 嚟講咧，沙沙比我係幾中意嘅。我都中意，同埋唔使砌 ，OK 喎，同埋唔使砌啊！呢度上咗色㗎，靚靚過 AK。我就唔知，但係我覺得係阿修 Kingdom 啊，係可以接受。是麻麻地嘅，我想講係亞修 Kingdom， 佢靚過亞修 Kingdom 好多。不過如果真係講亞修 Kingdom 咧，都 side track 少少咧。如果大家見到亞修 Kingdom 嘅經脈殺電導版咧 ，PM 我啊，我揾咗佢好耐，但係揾唔到。呢個價我接受啊！頭先有人話個骨架都冇用，即係乜都冇，即係唔係我你問我係噶，堅冇用噶。不過點都好啦，你即係為要迎合翻呢一個食碗嘅價格，就要夾硬拆翻兩件。硬食呢啲食相咪叫做肉酸咯。同埋我想講一講咧，佢買一盒入邊咧係得一對呢一個 unicorn 嘅喎。係 unicorn 少嘅。佢呢度你睇到有六盒啊，其實你買一個 box 咧係有十盒嘅。係。咁呢啲咧全部都係一。兩盒兩盒New， 開埋睇啦。咦，係喎 ，New 已經 show 出嚟啦。好，原來時間關係應該。都睇一睇翻正面望翻，因為我自己玩玩具咧，我好注重個面相嘅。佢係 OK 嘅，sharp 嘅，係合格嘅喺我嚟講。咁啊，如果有啲模型高手可以重塗嘅話，可能個效果會仲好啲。咁亦都真係你問我講個外觀或者。個比例咧，沙薩比同埋 New Gundam， 沙薩比就未必好多個 MG 啦，但係 New Gundam 就一定好過 MG， 因為佢條腰係長翻，咁啊手腳比例都好比較正常，真係靚過 MG。不過我自己嚟講 ，MG 呢抽嘢好似要另外買嘅喎，係嘛？唔係，呢個就係另外一盒啦，骨架就連冇氣。
不過暫時沙沙比我自己覺得最最靚嘅產品都仲係 HCM Pro， 呢個真係冇得傾。即係雖然 MG 係好吸引，但係講個比例同埋個性價比 ，HCM Pro 暫時都仲係最頂端。好啦，咁啊，究竟有冇興趣入手咧？咁啊，交翻俾大家。咁啊，第二套嚟緊都會出嘅。咁啊，留意翻《玩具日報》啊，鳥神石強嘅資料，或者係高達同好像買廣告。好，咁啊，應該真係七七八八。但係未完嘅喎，仲有玩具喎，即係問你死未今晚？轉頭見。下海都有嘅真係。係咯，咁鬼多嘢。好啊，係咁啦，我眼瞓。